好的，谢谢我们的海涛总，请台下稍等。的作品跟大家见面，《双城启示录》真的太好看了。是的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韩东君，然后感谢搜狐时尚盛典。那其实跟搜狐是老朋友了，因为我的人生的第一部主演的网剧《无心法师》就是在搜狐播出的。是的。对，所以很开心今天也能参加到搜狐的这个盛典来，然后感谢颁给我这个荣誉。但是年度主部人物可能更多是我今年所跟大家相见的角色吧。要说韩东君本人主部，可能就是今天这个寸头挺瘦的主部。清道行。对，其实东君一直都是一个专注于演技的打磨，然后非常低调的一个好演员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年度瞩目人，我也是希望你多多用作品跟我们见面，好不好？多营业。会的，一定会。嗯，也期待你赶紧来我们的搜狐视频关注流，多多营业，好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谢谢。再次恭喜，请台下稍作休息。再次恭喜。